Light Day 独家私讯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Light Day 独家私讯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黄俊伟。我是黄静，我是谢盈萱。我要打出去回家，结果你们呢？大家加油！这里好针对哦，很熟悉的场景哎，超针对。没有反差，他都会知道。请问谢盈萱最受不了黄建伟哪一点？假温和，假温和，但心里可能一点点的燃烧的一些什么。请问是跟谁对手戏演戏？都会打，因为两位那个前辈演员都非常非常厉害，所以每次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，都像现在这么紧张。少来，我觉得你根本不怕。就昨天经纪人提醒，就是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在快要迟到的时候 ，always 会想要先冲个澡再出门。刚刚该不会在洗澡吧？啊！冲掉自己的罪恶感。啊！快迟到了。我的怪癖应该是，就是即便堪吉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，但我还是会深闻他的脚蹼，就是要，而且鼻子跟嘴巴都要碰到他的脚蹼的那种。然后我就觉得很疗愈。我以前有，但现在没有拿拳头敲任何所有东西，就是我会在探索你的世界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打开。比如说你这样敲我，那我怎么样？这样了解。Yep。最近有一个心动时刻是在跟剧组的演员对戏，就是潘子，没有，就闻他脚底，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，然后身边的朋友什么的无需多言，但就是自然而然就会有非常多的零食跟蛋糕出现在你桌上，这种我就觉得很感动。我女儿牵我的手的时候。哦，因为他通常不见。爱画大饼的主管是爱翻旧账的主管。画大饼，我可以选择听或不听，但爱翻旧账的真的。爱八卦的同事，但工作能力很强，还是热心的同事，总是八卦吗？工作能力很强，所以是八卦。牺牲同事，这里可以提早下班，还是牺牲自己全组先下班？牺牲同事。我要下班。谈一场没人知道的那个啊，知道太多那个没有帮助。但黄建伟刚的答案是说，看到又不能，对，不能保，又不能怎么样，那我要自己保。一个人困在荒岛，还是和讨厌的人一起困在荒岛？讨厌的人一起吧，说不定会因此而喜欢他之类的。Make sense。我想一下哦 ，Make sense。我想一下，我在这边。对，因为如果不要好了，我好，对，我变他。我是一个人好。连续三餐都吃芒果榴莲披萨，还是三色豆蒸奶？我宁可芒果榴莲披萨。就是把三色豆当成珍珠，就是冷冻吃的，对对对，然后放在蒸奶里面吃。每天看恐怖电影入睡，就每天早上被噩梦惊醒。对，看恐怖片好了，对，我怕恐怖片。你怕？对，我怕。上厕所的时候听见外面有人在说你八卦，你会怎么做？静静听完还是开门偷看？静静听完。忍得住。没人知道就会被发现，我就是不能被发现。另外一半完全不庆祝任何节日，包括生日，还是会创造各种节日并随时抽卡。完全不，这样生活会容易很多。你会给另一半惊喜吗？我会，在学习当中。不太熟的同事，请你吃过期的零食。哎，这里好针对哦，很熟悉的一个场景。因为食物而结缘，我记得是金沙，虽然过期了。不吃礼貌拒绝，还是吃完拉肚子再说。我是吃了吧，我是吃了。我是很崇拜的演员啊，他拿什么有我吃啊？例如过期的金沙。我真的没事，那我也没有浪费。因为我自己也有吃啊。对，也就是他，因为主要是看他也吃得很开心，所以我觉得超针对。我觉得每个角色都很精彩，没有一个环节会被落下。光是在看剧本的时候，就很像是在看一本小说的感觉。我觉得因为这些适当的选角，然后大家的努力，让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很真诚的作品。我觉得整个戏都应该会
非常非常好看，所以它不是任何一个点，它是这是一个非常真诚的行动。为什么三个一起喊一个口号做结尾？人选之人造浪者，敬请锁定。谢谢。那个文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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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文档，那个便当的事情，我们真的没办法再多订十个。为什么？你上次后面，所以啊，没有，那就订便宜的便当，那多订十个。不是啊，可是前面没有，因为凯凯他们需要吃两个便当，他们可以少吃，而且他们之前吃过三个便当。那个，你问那个，我个人就要吃。但是你上次有说你在减肥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少一点点。等一下，我今天这次先吃两。我们要供给时间，好吗？哦、供给时间，所以就是我们尽量一个人吃一个便当。那还是说就是跟他订一个便当，但是请他装大份一点。那我们这个费用就会比较高。饭真的不能吃，因为等一下半个小时之后就要订便当，所以你必须要我们现在来投票，好不好？是啊。我们现在预算，我刚才已经传给你了，交给你啊！不然真的交给你啊！谢谢指教，多订二十，钱算在他上面。阿范，有要多吗？你现在变瘦可以吃了。好。我对镜头说什么？没事，我得来吃。你觉得民和党民调还掉几趴？到一趴吧。而且今天只要随便什么人死，新闻就被盖过去了。太悲观了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民和党要下台。如果要赚钱的话，我就帮民和党就好了。我们要来应付独生猛兽了。我要杀了他们。我服务做得很好，那你去年怎么会输？手机这么好看啊！现在选举啊，阿公哦，手机就带完了，一定会再贴两。总统曾荫权今天宣布将代表民和党参加2022总统大选竞选连任，他的副手搭档是立法院长赵昌泽。真正会做菜的人决定进厨房了。也希望爸爸顺利选上。第一任真够帅。民和党需要的就是世代交替，就是这种人不能靠体制内的方法，只能靠自己，什么党都是一样的。